抖。然后还有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佳云。佳云，今天站在这舞台上害怕吗？很害怕。很害怕。可是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几位参赛者他们在排队呀、啊、拿牌啊、面试啊，然后来到这个舞台，其实真的是千辛万苦。还记得当天我跟许振荣怎么样苦苦求你们，你们怎么跑、怎么妥的吗？会不会觉得这很特别幸运？你们都是经过我们特地的包装才把你们送上这个舞台的。Brian 啊、，Brian， 你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下。是 Brian， 现在在南洋理工学院读商科。本来你是鼓励你妹妹去参加比赛的，结果我们还没去你妹妹学校，就让你学校把你给找到。她现在也是在当场排队，也是在面试。他很喜欢武器吧？真的、啊？所以你妹妹第一关的面试过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跟她讲话，没有跟她接到她的电话。真的、啊？没有。你没有接到她的电话，会不会跑去哭了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你说看到她，我的玛丽也是在。你叫一下你妹妹哦。妹妹，哈喽。所以你有妹妹。是 lost and found 嘛？这样子。可能他还在那边排队。你看我们演艺圈多可怕，你要的可能不一定有的不一定好。一道人龙，一条鸿沟，就把他们姐弟俩感情彻彻底底的瓦解了。哥，你还在找你妹啊？我的妈咪也是在的。你快点跟他讲，正在这边感觉怎么样？快点。很紧张啊，也是很感谢啊，因为给了我这个机会。这个才华的比赛，你是不是就是那种心机的狗妹妹上去，然后自己不小心旁边溜进去的？没有啊，不会的，会不会有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妹妹成为同事？希望他真的喜欢演戏的。OK， 看得出他很爱他妹妹，他正在这边拼命的往妹妹那边拉票。在场的俊男美女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？我是易然，从易安理工学院来的，我有一个才华。什么才？眉毛可以做海浪，像海浪一样。你要不要看？要。老板，我跟你讲一讲，其实他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才华，但是我们是看着他会朴实而来的。来，海洋的眉毛。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哈哈，易烊真的是非常可爱，而且当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好像还受伤。现在好了啊，还受伤，然后是学校的一个开心果来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。是课室里的小丑。小丑，开心果，还会去涂那个戒指，涂指甲。OK 啦，以后希望可以跟姐姐站着这样一起主持，也是挺不错的。好，站在舞台上，他们每个都变了一个样了，来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very， 中文名叫林佳怡。林佳怡，对，我们在哪里找你的？南洋。南洋。是我们硬逼你来的吗？我在吃饭的时候把你给吓着了。今天飞越万千万人的人海来到这边，会不会更加的珍惜这样的机会？会，其实还蛮感谢。对啊，至少我们不是骗子吧。对对对，我们当天走到脚都可以听走了，走每天走20000步把你们找出来的，希望你们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。好，谢谢。 Hello， 你们好，所以我是子琪，在光华理工学院读书，所以我最擅长的是游泳，在外面也是当游泳教练。对对对，非常健美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我们把她打造成这样，把她宽阔的肩膀暂时先挡住，我觉得 Annie 也特别厉害。好，非常健美的一个小女孩，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名字是志祥，英文名字可能我是从新加坡国立来的，我是读那个 VJ Fixed Motion Graphics， 所以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，我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我可以看 MediaCorp 怎么拍戏、做戏这些。以后我们就拍你了，你不用看我们怎么拍戏了，加油！好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刘艺宁 Jimmy， 我正在新加坡理工学院阅读营养还有健身的课程可以，没关系，你们怎么答对，而且不会在这边撕自己的脸，然后像乘客都行，但是哪一个都达到了。你们都是才华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在我有空的时候，我都会做一些义工活动。还有呢，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比较 creative 的东西，所以在我的 Instagram 上，我都会做一些自己拍摄剪接，我烹饪的那些 video 视频啊，还有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的之类的东西，像是建一些很小的屋子。是是是。对，非常细腻的一个女孩子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的钢牙什么时候拔下来？下个拜二。OK， 吓我一跳。钢牙要在比赛之前迅速拔下来，稍微胖一点的开始减肥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的。第一票，我们的才华之星跟大家见面，来，请鞠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希望我们接下来会有一点信心，谢谢。好，请到后台去休息。来，我们请到这边后台开始再撞了。哎，你的，上了舞台之后，才华是不可以这样。